有吧？他现在唱的还挺好的。耳朵啊，然后嘴巴。你休息呀、啊，阿姐，阿姐休息，乖的，这样就乖哦。不对，他不会一直这样盯，然后一直舔舌头，就是已经很紧张了。你去看一下冯姐是不是回来，跟她讲一下，让她帮忙看，因为我不太会看，可以看一下她是不是已经在那个，可不可以请她进来帮忙看，因为我真的不会看。看什么？帮我看她的状况，她可以帮我叙述啦，因为我叙述不准，我如果她能来帮我叙述会。好像刚才这样的情况的话，我都不会去动，因为我忽然间我有一个行动。哦。他就会加速他的攻击。哦、oh, ，对对对，因为你看他一直在舔他舌头，不 OK， 不 OK。他现在是不是很友善？对啊，不 OK 啊。是轻微而已。嗯。他现在算是轻微。你可不可以那个不要面对他？你现在跟他离90度，就你跟他成九，你的视线，你的整个人转 counterclockwise 90度。对对对对对， yeah, 就不要。放松，又放松。Yeah, but.那时候我陌生人现在就是九十度的话，真的对他比较没威胁感。阿姐啊，阿姐，我丢给你了，阿姐，来，你不能讲那个英文那个字，英文那个字就可以了。